要吃一味黄金赛车赛足远的。这所在看板非常的精彩，赞。这间是怎样做七十年的店了吗？七十年的老店。七十年的老店。啊，安怎？什么物件特色？伊个啥？阿婆仔羹，阿婆仔羹，哎，哎，就黄羹，就是咖喱羹。哦，黄羹，哎哎，咖喱羹。对对对。哦，是哦。哎，我最受欢迎的对吧？咸鱼肉色粉。我讲咸鱼肉色粉啊，哦。我有看到伊有啥物尾鱼的芒果肉肉。尾鱼对啊，啊，尾鱼肚。哦，尾鱼哦，尾鱼肚哦，哦，用个只粗本哦。有。哦，好啊。这个头家你啊？我头家你啊？哎。哦。来。你好，头家。你过来来来，当当叫文静啊，来来，给你好问一下。来，这啥？我这鱼啊。这是啥？尾鱼哦。对。啊？对。尾鱼吗？尾鱼，这个较乌的，啊，这是鳍鱼。啊，这鳍鱼哦。所以你内底有鳍鱼，较尾鱼就对个啦。本来尾鱼少啊。啊，即摆尾鱼较少吼。哦。还有另外一个水果。哦。我这做草本呢，啊，啊，你一碗是卖偌济啊？用用个只高级的食材，就少个尔。啊，这是迄个红鲫鱼啊，白鲫鱼。迄个白鲫鱼，哎，迄个河沙鲫鱼啊。河沙鲫鱼哦，哇。你也带来只，就是。哦。哦，啊，多料，较容易食好个。哎，这是恁做这个几吼？七十年，几年？七八十年啊！我是第三代的。你第三代啊？对。哇，哦，哇塞！阿哥，你的卤蛋，阿哥卤呢？阿哥。豆腐。哦。哦。你这是迄个肥瘦的比例是偌大？大概6:4。肥六还是瘦六？瘦六。肥是四。肥是四哦。它是用什么吧？它那个是猪的。蔗桃。嘿，对。哦，蔗桃。那么爱加哦，多加你耶。团队那个哦，等下哦。这个多加你。低肥低脂。低肥啦。哎呦。就看到那个细的一个。哎呦。啊，这来这是啊，你看想到要用咖喱哈？这是阿嬷第一代阿嬷，伊迄个因为迄阵糖厂叫有日本的工程师啊。哦哦。嘿、哦、啊，迄阵阿哥制糖吼。哎、欸。阿哥迄个年代阿哥吼，糖厂了阿哥足侪人。哦。啊，有日本的工程师阿哥讲啦，啊，他们因为来台湾，他们很想要吃咖喱、啊。很想要什么？吃咖喱哦。流行啊，是啊，啊，所以咧，迄、那个咖喱，阿嬷迄阵伫咧市场，哎、欸，在市场卖鱼，可以的吧？卖尾鱼，哎、欸，鳍鱼，是，卖鱼丸，而且卖啥西米那个都有。啊，所以就甲阿嬷建议说，看看能不能煮个这样子的料理。哦，好、哦、好，啊，所以阿嬷就咖喱安尼想出来就对了。啊，你来这这，哎。哎、欸，是劳动哦，啊，要食饱，哎，食饱的对哦，所以得用粗的。啊，你用这嘛，甲迄个酒煮较袂烂。对对对，而且在这边持续的在加温啊。我持续的加温。啊，伊大概呀，想要食是哪外人食，小小食一碗安尼。好好好。啊，一般的像一般的米粉，他们都是用新的。啊对。用这粗的。用这粗的较迄、那个。加粗吧。还加粗吧。无够，我还搁甲恁开。吃一份啊，食一羹安尼吼。来，恁叫阿头，大家拢会来，拢会来坐。是哦。嗯。啊，这安哈前啊，侪年啊，安尼所以变做恁家的名产就对了。对。哦。啊，国秀。
我就是读这嘛。哎、欸、嘿。啊，四龙国小，就是家边啊。你定来这家吗？对啊。还是阿妈你做做吗？哎、欸，迄阵嘛是安尼做，就是在车内面。哦，你在车内面。菜市啊，搬来家是偌久啊？搬来家都在车内面停着，就是搬来搬搬出来。好好好好，叶巡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哇，非常好。哇。这是综合切盘的。这个咖喱鸡，当地人讲叫做黄鸡。听店家讲起来，就是为日本时代到这嘛。而且除了这个所在以外，别个所在应该拢无咧卖这味啊咯。所以会使讲是桥下头的美拇指名产咯。是啥物丸啊？卤啥物丸？贡丸。贡丸哦。肉丸。啊，肉来做的。哦。今平常时就有啊吗？汤哦，平常时就拢有煮，高汤伫遐咧。无啦，我是讲，普通人来遮要加一下汤嘛，拢有就对。有啊，拢有。哦，是哦。哦。那你管人伊只菜顶蛮贵，拢嘛。肉色粉啊，够有鸡啊。肉色粉加啥物？黄鸡啊。黄鸡啊。哦，你拢叫黄鸡就对个啦。黄鸡。哦，啊，包汤煮只嘛。系啊系啊。哦，啊，八年的烟水嘛。无。啥你拢会记咧？我拢知影。哈，老厝边啊，所以伊要吃啥拢会记，讲伊要吃啥。啥物样要吃，啥物样吃。哦，真厉害。哪行可以记的？哦。哇，你是买几样？安尼总共买几样？八色粉啦，安尼啦。哦。要吃三行哦。啊，吃老爹咧。哦，啊！你个啊！你要靠一个电话来就会使，人人就知你要食啥干物。啊！你电话来，靠近就无用啊！哦，无用啊！要接电话啊，所以家己来。因兜呢，啊！这位是头家，身材佫维持得袂歹哦。我是艰苦，哎呦，保持身材。哦，艰苦。我糖分啦。啊！我糖分。哦，好好好。肌肉拢流失掉，我个身体就比我大好个。哦，是哦，哦。吃过哦，哦，啊有讲啥无？哦，啊，千色制作版权啊。哦，无爱鱼啊的哦。可以啊，系啊。哦，会使无爱，以前无爱鱼啊的。阿毛的无爱米粉的。迄马古肉的阿毛无爱米粉的，啊有无爱咖喱的无？哦，给两个交朋安尼啊！哦，你也交个，你们两个吼，一个在好，一个在好，